抱歉，请和我走一趟吧。喂，你不断的压住案件调查，是觉得自己可以一个人稳住状况吧？那要是你没有成功，把一切都搞砸了，可怎么办？你有想过吗？别想用这些话干扰我。但是你反应这么大，这时候你已经被干扰了吗？那我就偏要说。那些痛苦会化作怒雷，此为安魂曲。欧莫公司的秩序不容破坏。凌乱团执法，无罪吧？我要让你们！ 结束。你虽然看起来很生气，但打起来可是要留手的哟。你很怕破坏这里的藏品，对吧？百年之基的伟大圣典，珍贵的艺术藏品，波莫菲斯百年来的秩序和传统，你很怕这些被毁掉。 对吧？你要干什么？接招吧！那我要毁了这一切！那些痛苦要让你们百倍奉还，下去赎罪吧。哼，别担心，姐姐全部搞定了。